起来起来起来，哎呀，怎么躺在这里？我们这里是广西哦，你怎么躺在这里啊？广西啊，我怎么到广西来了？你是哪里人啊？我是外省的。外省怎么会在这里躺着呢？我们家那边啊发生洪水啊，我们家都被水淹没了，我的家人也被洪水冲走了，就剩下我跟我小孩两个相依为命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走到广西来了。哎呀，那你躺在这里干什么？你不去，哎呀，找个住所啊，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啊！你在这里，等小孩哇哇哭啊，你都不知道哪里有地方住啊！我那些亲戚啊，也是被洪水给冲没了。我本来想着去找个工作的，可是我小孩还这么小呢，去工作又看不了小孩，看得了小孩又找不了工作啊，身上又没有钱，所以就只能四处流浪。去到哪里睡到哪里，你有没有吃的呀？我小孩几天都没有吃东西了，你看都饿得哇哇哭了。哎呀，我出来做工的，我没带东西哦。哎呀，要不这样吧，我家离这里啊也不远，你，我看你这估计也饿了很长一段时间了，穿的还那么破烂。是啊。不然你先去我家吧，先换件衣服，你看，哎呀，浑身上下都有味呀。我都好多天都没洗澡了，我都是去到哪里就睡到哪里，看到垃圾桶有吃的我就捡来吃。哎呀，可怜这小孩跟你这么东奔西跑的，那么可怜。哎呀，干脆就去我家了，先去我家先吃一顿，然后好好收拾一下啊。行，谢谢你啊。哎，没事，来，我先拿东西。真的是太好了，谢谢你，好心人啊。你别说我们广西人啊，那都是热情好客的。来，啊，赶紧走。哎呀，你别挡，我先到了。哎呀，现在狼都要手，你不要跟我抢，我不跟你，你拿什么跟我抢啊？啊，就你一个。哎呀，蠢孙子，你来干什么？你们俩怎么也来了？就是啊，你来干嘛？你两手空空还来？就是嘛，来，人见人家妹都不带点帅，不带点就那随礼过来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不会看上你们两个了，人家会看上我，看见没有？这么强壮，人家肯定会喜欢，有力气，有力气有个毛用啊！回家跟你吃米糠啊！哎呀，你看上我？我不，哎，你看上我的包啊，哎、LV 的包啊，大金链十几斤重啊，肯定是我的啦！你还跟我叠被呀、啊？什么？干嘛？你们这一个两个在我家门口这里吵什么？这个给刚才那个小姑娘。啊，对，什么意思啊？我这个，我来相亲呢、啊。我包加十几斤重的那个啥的，啥的，这冒牌的。哎呀，我都没有通知你们过来，你们哪里得来的消息啊？哎，你带那姑娘回来，我就在村口看到了。是啊，那情报站呐、啊，沸沸扬扬不得了啊。对呀、啊，就算我有心介绍给你们，那也要人家美女愿意才行啊。那你叫她就来看上我们啊？是啊，看我这么靓仔，肯定喜欢我。哎，小林。哎，来，哇，怎么那么热闹啊？你好，哎，你好，我叫大炮，我还有一个弟叫小泡泡，我叫大勇，我叫二勇，波涛汹涌那个勇，哎呀，小林啊，是这样，你不是说你那边没有什么亲人了吗？是啊，我就想着干脆啊，你就在这里落户在我们村这里得了。你看我们村还有那么多年轻后生还没娶老婆，他们肯定会对你好的。你看这一二三个，你选哪个？你看一下。但是你看我条件也摆在这里了，我带了个小孩，再怎么说也算是个二婚的女人了。我的，哎，我的，你们来我家干嘛？队长回来了，你们什么意思？我们来点东西来看看美女，看看美女，啊，看美女，哎，骚扰人家吧，滚！你们这还是什么心思？干嘛？我不懂。哎呀，讲理啊！真的是，我都没叫他们来，结果他们一个一个的，哎，得到消息就马上过来了，天天来我家这里来，哎呀，把我家当做什么了？哎呀，不过，哎呀。
不好意思，是我给你们带来麻烦了，在你们家住了这么久，吃你们家的，住你们家的，你们还对我那么好，我也挺过意不去的。干脆这样吧，我就走吧，我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生活吧。哎呀，你重新生活，你自己的话要倒是很容易，关键你还抱着个那么小的小孩呢。对呀，你忍心让他跟着你受苦吗？再说了，我们早已经把你看作自家人了。对，他们来一次我就打一次他们。嘿，还敢来我家欺负我？你看刚才你也看到了，我们村还有那么多后生，他们呐、啊、都迫切想要一个老婆啊，也不介意你有个小孩，所以啊。嗯，反正你也没有什么亲人了，干脆就在我们村子里落户就行了。哎，姐，你打算把他介绍给戴勇他们呢？我也没说介绍，是他们自己得到消息然后跑上门来的。哎呀，他们那种人啊，吊儿郎当的，把小林介绍给他们呢、啊，等于毁了小林的后半辈子，不行啊、哎。那干脆就这样吧，我们让他自己选择，怎么样？也行吧。小林啊，哎，你看刚才那几个人呢，你也看到了，哎，我哥也是，你也看到了，反正这么多个男孩子随便你挑，也不至于你再跟着小孩去外面奔波劳累。哎呀，看来看去我还是觉得玉米大哥靠谱一点啊。什么？你选我啊？是啊，你又这么有正义感，对我跟小孩都这么好，这么有爱心，我觉得你最靠谱，最适合过日子的。我可不在他们那个行列里面呢、啊。对啊，你看刚才大勇，你挑他们就行了。又有钱，大炮人长得又高大，二牛呢人又老实。你看我弟这样的，家里条件又是这样，你如果选我弟的话，可能会跟着我们吃苦哦。他们那些长得高大又帅气又有钱，我配不上他们。我觉得还是与你靠谱一点，适合过日子。真的选我啊、嗯！我在你们家住了这么久，我也看出来了，他对我是挺好的。哎呀，你们对我这么好，我也不知道以什么方式来回报了，所以只能以身相许了。哎呀，老弟，你看怎么样？我没意见，我就哎呀，我就怕委屈了他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刚才把大勇、大炮他们两个那么着急赶出去，原来是为了想留给你自己啊！哎呀，我可没有这种心思、啊。行了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。以后啊，你就放心在这里住。姐，你真的不嫌弃我吗？哎呀，嫌弃什么？你来到我们家，那就是跟我们有缘。那我还带一个小孩哦，你们也不嫌弃吗？不嫌弃。对呀、啊，我巴不得有小孩呢。对呀、啊，他直接一步又有老婆了，又做了老爸了，高兴还来不及呢。那真是太好了，以后啊，我也再也不用四处流浪了，我终于有家了，对、啊、孩子也有爸爸了。哎、对、啊，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，走，赶紧回去。为了庆祝啊，老姐回去给你们看一只老母鸡。哎，好，好，走走走。哎呀，没想到我一个保安还能娶到老婆了。哎，哎，老婆，我来了。可以啦，可以过去了。可以啦。哎，可以啦。哎，你干嘛呀？喂，我可以啦。干什么啊？你干嘛？干嘛干嘛？没看到我们还车过来吗？我大喜的日子，你竟然提了人工跟尿总在这里晃来晃去，你想要我一笑万年吗？那我都已经让开了，你可以过去了，直接过去就行了嘛。我你看人家做农活不容易啊，你把人家桶提下去干嘛呢？是他，真的是，你应该看到我这婚姻，你应该要远远的让开，真的是你我没有让开吗？我已经让开了。再说你都知道是村姑了，那村姑挑个桶很正常的嘛。哎呀，你是怎么样？哎呀，哎呀，危险啊、哎、危险啊，新娘子不要那么暴躁脾气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哪怕是要天上的星星啊，他们都会嫁给我，你倒好啊，赶紧跟我道歉。哎呦，我还给你道歉呢、啊、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真的是，我是谁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在家里啊想要什么就能要什么啊，我身份比你高贵多了。再说我有钱有势，我怕你啊？你有钱有势了不起啊？那是在你家，现在是在外面，我你惹得起什么了？我就来得及了啊！再推一个试一下，我就推不了你。你真的是翻了天了，你啊！哎呀，你看到这么好的豪车吗？你看到这么漂亮的新娘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是我第一次结婚啊，你就让我这么不愉快啊？你安了什么心啊？哎，美女，对不起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给我道歉，不给我道歉，你不用过去了，你婚都不用结了。我没听错吧？你叫我道歉啊？在我的字典里面就没有道歉这两个字。
今天就让你看看，真的是你的字典里面有没有道歉这两个字？你不道歉，你就不过去了。有没有这样？我帮你拿那个桶。拿什么拿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们今天结婚了，拿了这个尿桶就不吉利了啊！你给我住嘴！真的是啊，给我道歉，把我桶捡起来，不然你就不过去。我跟你道歉，哎呀，你怎么？哎呀，别不要！哎呀，你真的是犯了天了！你做个新娘子，你还那么凶啊！哎呀，新娘快劝劝你老婆吧，劝一下。劝什么劝啊？这种娶的什么老婆啊？你看看，要一点像女人的样子吗？哎呀，人家都说了，娶妻不嫌毁三代。你看你娶的这种人回去啊，真的是。老婆，哎呀，我看人家道歉了。道什么歉啊？你给我住嘴！我告诉你啊，你无非是成风了。来，给个几百块钱你，就当赔你的钱。谁要你这几百块钱呢？啊，我缺这几百块钱吗？我现在缺的是尊严。哎呀，尊严啊，在你们穷人眼里还有尊严啊？你要不要脸啊？好，既然你不要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我叫我表哥出来。我表哥啊，是个这个村的村长啊，他啊很屌的，我跟你讲啊，如果我叫他出来啊，分分钟要把你扔到上面去。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，真的是还那么嚣张啊，结婚还那么嚣张。喂，表哥，今天我结婚了，我走到你们村那个鱼塘那里，被一个村妇拦在那里了，他还把我打了，你快点出来帮我处理啊啊啊！快点快点啊！咦，哎，表哥，好恶心啊！这么恶心，哎呀，你这么打！喂喂喂喂，别打了！哎喂喂，哎呀！你讲不讲道理啊你啊，真的是，现在我哪有就讲道理的？哎，你打我表妹干什么？你就是这样讲道理的啊！你事情都没问清楚，你就这样子讲道理？那我远远就看到你打我表妹了。哎，其实刚刚是这个新娘子啊，无理取闹。你看看，这就是你的好表妹做的事，真的是，她打喇叭我就马上让到旁边去了，她还要下车把我桶丢下去。哎呀，表妹啊，真的是你丢下去了啊？是她。你就把他丢下去，但是你也看到了，刚刚他打我还把我推倒呢。哎，怎么说那也是你的不对啊，人家给我懂关你屁事啊。我哪里不对了啊？就关我事啊，我今天结婚我就看不得尿桶。哎呀，人家挑他的桶，你走你的路，你结你的婚，互不相干呢，你怎么能够这样无理取闹呢？反正我又看到他不顺眼，你怎么能够这样呢？哎呀，都怪姑妈从小惯着你，真的是惯成你这种坏脾气。你现在都是有家室的人了，马上要成家了，还这样啊，太过分了，人家会说你的，村里面的那些老人啊，哦，会哎呀，谴责你的。谴责什么？我有钱有势，我怕什么？再说我在家里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啦。你看就冲着自己有两个臭钱，一直在那里嚣张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别吵那么多了啊，跟人家赔礼道个歉就行了。我没有错，我错在哪里啊？再说道歉也是他跟我道歉。哎，啊，怎么人家跟你道歉？我一个司机是吧，我都看不惯你这种做法。哎呀，我帮人家啊开车开了这么久，没见过哪个新娘子像你这样的，哎，这么无理取闹，听到没有？人家一个司机都看不下去了。老婆道歉了。道什么道啊？你是我老公啊，你要帮着我啊！真的是，你现在向着外人了是不是啊？你帮着我老公啊！啊，帮着你助纣为虐啊！说什么话呢啊？我有钱，我想干我。哎呀，村长，你看到了啊？还说我打他，他打我还差不多。那你道什么道歉？哎呀，你敢凶我啊？你可是从来不敢跟我说那么大声的话，你今天想干嘛？你想造反不成啊？那平时你在外面那些小打小闹也是算了啊，现在结婚了，30多岁了还是这样子啊，能不能成熟一点啊？啊，我已经够成熟了。成熟了，站的时候忍了很久了。哎，你听我说，赔个礼道个歉，等一下，你看新郎都发火了啊，等一下他跑了怎么办？难得找到一个对你那么好的男人啊。我没有错，凭什么要我道歉？我就不错，哎，我就不道。还死心不改，真的是你没错啊，是我错，行了吧啊，结婚你自己结了啊，哎，你哎，奇怪了，黄山，都怪你，我新郎都跑了，怪只能怪你自己啊，明明是你无理取闹，你这种臭脾气，有人要你都不错了，你还那么嚣张，表哥，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新郎也跑了，对呀，啊，怎么办？哎，还没给我道歉呢，就想追，道什么歉啊？都怪。
你啊，都怪你把我新郎官气跑了。醒醒吧，你再这样的话，哪个男人愿意要你啊？改改你的臭脾气啦。表哥，我真的错了吗？哎呀，这还用问吗？你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赶紧向人家赔礼道歉嘛，快点啦，别新郎都跑得远远的了，接着就不上了。哎呀，这脾气，就这个态度，这叫道歉吗？啊，态度好一点。哎，美女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哎，行行行，快点去追啊！哎呀，我给个红包你了，等我。看在你村长的份上，不跟你计较那么多。对不起，美女，我真的知错了。那个桶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快点去追啊！哎，小莫啊，等一下，我再过来帮你弄好那个桶啊。哎，行了行了，等等我啊，等等我。哎，真的是结婚搞成这样。对，好好的婚事，你看现在新娘跟新娘官都跑了，我们怎么办吗？是啊，我们两个怎么办？要不我们帮他把桶捞起来吧。啊，对对，我帮你把桶捡起来吧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你们也开车去追吧，我自己来弄得了。哎，你们去吧，等一下误了你们及时也不好。那就不好意思啊。我们也开车吧，走走走，来开车吧。哎哎，美女，怎么了？哎呀，我鞋带开了，这裤子太大，我蹲不下去。哦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好好好，谢谢啊。哎，好了。快！我上车，我上车。好像是一个大肚婆跑了，不上车了。哎呀，怎么办？哎呀呀呀，先打电话。喂，村长啊！哎呀，我刚刚啊，好像隐约看到一个大肚婆把小林扶上车了，正往我们那个村口那里出发了。哎呀，你要赶紧叫那些多一点人，除了那个村口那里拦截住啊！啊，我现在马上追过去。哎，好啊。哎呀，真的是太恐怖了！哎呀。哎呀，大哥，下车！哎呀，大哥，我们急着接亲呢，怎么回事啊？拦在这里？接亲就接亲呗，但是要检查。检查什么？我们车里面就我跟我老公两个人。怎么好端端要检查呢？是啊，刚才进来的时候都不用检查啊。说什么呢？经过我们村民说，我们村丢了一个妇女和小孩。嘿呀！现在什么社会还有这种事情？是啊，那有没有说是什么人丢的？对呀、什么人？好像是说，好像是孕妇了。孕妇啊？啊，大肚婆做的。你看，我这肚子那么平，我像孕妇吗？你真的是啊，来。不过也是啊，但是也要检查一下啊。哎呀，说什么人都没有。哎，我们急着去接亲啊。就是嘛。等一下，你误了我们的及时啊，人家新娘子那边呢、会说我们的。对呀、但是我们村子如果说丢了小孩，我也被说啊。那你都说了是个大肚婆了，那我这个那么平，这里面要什么人都没有。既然不是我们，就让我们过去啊，就是、何必耽误大家时间呢、是不是？行行行行，行吧过吧过吧。哎呀，对对对，没有可疑啊，就有一辆车。那有没有去检查一下？有没有看到他的老婆啊？而且有没有看到，特别是那个那种大肚婆？大肚婆啊？没有大肚婆啊，他们说车上没有什么可疑的，所以说他不给我检查。哎呀，完了，这个时间段呢、肯定就是那些坏人呐、而且这里只是我们村的唯一一个出口啊。而且你们说是一个孕妇，但是我看他又不像啊。不像啊。是啊，哎呀，那肚子平平的，那车牌还记得、先备个案吧。还有什么疤、哎呀，别了，我先打个电话。喂，报警中心吗？哎呀，我们是汪汪村的，我们村呐、有个妇女丢失了，还有一个小孩啊，好像。那是我老婆。那个车牌号码是什么？什么七九
有啊！哎呀，你们赶紧帮我们留意一下，我们也现在也追出去啊！好。哎呀，不要站着，赶紧去追呀！放开我！站住！告诉你，再不听话又打你几顿。我儿子呢？你们把我儿子抓到哪里去了？你儿子在金三角那边吃香喝辣呢，你放心啦。估计啊，已经被人家……嘿嘿，不可能说那么多。叫老板。哎呀，这么紧，我们俩谁呀、啊？哎呀，你老婆来了，看见怎么样？哎呀，快点拿那个过来呀、啊！等一下你，晚上你随便你。对呀、啊，就是之前说完那个是吧？不行，怎么不行啊你？你看看这么年轻漂亮。对呀、啊，这种啊、哎，这种身材啊，这种脸蛋啊，哎呀，你还当做那种啊，老的。漂亮是漂亮啊，问题是我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钱，我就想娶个老婆，你们一下子要那么多，以后我还怎么过啊？没有我们啊，你这辈子啊恐怕都得单着呢。就是你还想着娶老婆纯种贱蛋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我们拉到下一家去，我们、哎、行压等着。哥啰里吧嗦说那么多，给你求求你们放了我，我家有钱，我给钱你们。我们这要的是现成的。老公发了，你看全是钱呐、啊！你看香。哎呀，确实太香了，香是吧？来，货已经给你送到了，以后跟我们没有关系啊。哎，我知道。还有啊，别整天拉出去炫耀啊！哎呀，说了什么话了？那我漂亮的老婆啊，我要天天把她关在房间里面了，我哪里舍得拿出去炫耀？既然哎，人过两天了，你自己慢慢享用了，搭进去啊！哎，走，你走，走吧，不要，我要回家，还反抗了？放开我！我喜欢的这个有性格，走进去，就有老婆了。这些人贩子，你真的是太可恶了！这个老男人也是想要我做他老婆啊，想想我就觉得恶心啊！不行，我要去报警，把这些坏蛋一网打尽。还有，我要去找回我那个儿子啊！着火了！快开门！着火了啊！晕了，赶紧跑啊！四哥，你带走吧。带等什么带？你还想要他娶老婆吗？不要了。这个很漂亮啊，很苗条啊。我不漂亮吗？我们今天的目的主要是找钱，这个女人不值钱，孩子才值钱，赶紧跑啊！卖的更多啊！哎呀，怎么着火了？哎，怎么小弟在这里啊？醒一醒啊！干嘛？哎呀，怎么家里面着火啊？哎呀，着火！哎呀，我儿子呢？有没有看到我儿子啊？没有啊。哎、那怎么办？什么问题啊？不是着火啊！哎呀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谁搞的？哎呀，是不是小孩子玩的？不知道啊。我儿子不见了。儿子，哎、你干嘛昏迷在这里啊？我想起来了，刚刚我听到有人说着火了，着火了，然后我就出来了，就晕了。完了，是不是有坏人抓你小孩子走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快点追出去看去。是，快点。追。哎，哎呀，干嘛啊你？你干嘛呀？走路那么晃眼啊？急匆匆的。哎呀，干嘛？不看吗？这不是小静的儿子吗？关你屁事！他晕倒了，知道吗？快干什么呢？哎，怎么那么奇怪的？哎呀！怎么办呢、啊？刚刚遇到人了，会不会被发现了、啊？你们不是准备了装备吗？真的是。哦，对，可以啊，现在就用得上了。到时候啊，我们乔总打扮你，打扮成老爷爷，我打扮成老奶奶呀、啊。到时候哪怕是狄仁杰来了，也发现不了我们的计谋啊。我长得聪明吗？聪明，哎，赶紧把它放上，放在斗车上面，快点。哎呀，等下震动啦！哎呀。快吧，跑这边，快！老公被抓走了，我要告诉他妈妈去。哎，小文啊，有没有看见我家小东？有没有看见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？看见了。哎呀，往哪边跑呢？他往那边，但是呢，他们伪装成老奶奶、老爷爷了。伪装啊，还伪装啊，太狡猾了，真的是。
那怎么办啊？我家小东真的被抓走了。放心，我先打电话给那个保安。哎呀，快点！喂，哎呀，老玉啊，哎呀，小静的儿子啊，我刚刚才听他说被人家抓走了，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。然后我们在路上碰到了那个小文，他说那两个男的，那两个人呐、啊，已经伪装成了老奶奶和老爷爷啊。你在村口那里一定要特别注意啊，他已经伪装了，不能够把他们放过去。对对对对对，特别注意老爷爷老奶奶，你要注意，他们是伪装的，还带着小静家的小孩。对对对对，我们现在马上赶过去啊！好，行。哎呀，小文啊，外面太危险了，你先赶紧回家啊！锁好门啊！啊，锁好门，不要出来啊！现在我们快点过去啊！对，追追追！嘿，人贩子，嘿，过来！嘿，什么人贩子？说什么呢？过来！不话啊！你们就是人贩子，就是坏人。哎呀，这个人经过你就说是人贩子啊？啊！你这个保安有没有一点眼孤镜啊？这可是我们的孙子啊！我已经接到电话了，啊，说啊，老人呐、啊，啊，一男一女，老人呐、啊，抢走我们村小静的孩子，你们就是老人，你们就是人贩子，你过来，你觉得我们会干这种事情吗？再说我们都一把年纪了，我们还能干这种事吗？是，人家都说是老人干的了，你们就是老人了。那张大你的眼睛看看，这个孩子是不是你们村的孩子？我告诉你啊，我等一下还要污蔑，还要告你这个诽谤。哎呦，我们一把年纪了，现在竟然让你说成我们是人贩子 啊！我们一辈子的移民就毁在你的嘴上了。哎呀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老奶奶。他们刚刚打电话跟我说的清清楚楚的，说是两个老人干的，一男一女抓了我们村小静的小孩。所以说啊，凡是经过这里的人呐、啊，特别是老人呐、啊，我都要留意。那现在你们刚好符合这个特征，是不是？年轻人呐、啊，是不是每个老人经过这里都有嫌疑啊？连孩子我都让你看了，啊，那你就不能让我们过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儿子啊，就是因为出车祸意外去世了，就我们家就留下这么一个命根子啊。如果你在这里拦来拦去啊，等一下、啊、送去不及时，我的孙子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啊，你负担得起吗？哎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那么可怜的、啊，真的是你的孙子。那还要假吗，老头子啊，我们命怎么这么苦啊？哎，赶紧让我们过去吧！那是他一激动啊，躺在这里啊！你这保安，我看你怎么负担得起！我那个高血压好像要上来了！哎哎哎、你别激动，别激动！哎呀，小东！哎，真的是他们啊！啊，这是小静的儿子，你都不认识吗？哎呀，我刚回来上班两三天，我都不认识。抓住他！抓什么？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我这个老太婆高血压，冲冲冲冲的就上来了。小东，情景还高血压了，现在人证物证都有在这里。我刚刚啊听小文说了，那也是一男一女，然后伪装的成老爷爷老奶奶了。看看，哎呦，还真的是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别打！厉害！被你们蒙混过关了啊！我刚刚都敢侮辱我这个保安，幸亏啊，刚才被我们村小文看见了，看见他们两个在那里伪装啊，要不然呢、啊，真的是让他们蒙混过关了。还在我面前呢、啊，还卖可怜呢、啊，哎呀，我差点就放过他们了。太可恶了，你们两个啊！我十月怀胎生下这个小孩容易吗？啊，差一点就死在小树台上了，你们竟然敢说我家走火了，然后我出来我就晕倒了，就抓掉我的小孩，我打死你们！不要！这种人贩子就是应该该打。我们不是人贩子，我们只是想要个孩子。是啊，我跟我老公结婚十多年了，一直怀不上孩子，村里面的人都笑话我老公娶了一个不会生孩子的老婆。你想要孩子也要通过正规渠道啊，你搞这一种会犯法的，直接把你们枪毙。我看啊，肯定不是因为没有小孩，没有说实话，是他是主谋，我老公是主谋，他说要把孩子卖到金三角。金三角，哎呀，他脑子有问题，乱说的，丧心病狂啊！还金三角，到金三角去，怎么不把你们卖到金三角去？怎么不把你家里人卖到
有孩子。嘿呦，真的是没有小孩就可以做这种黑心的事情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可是踩点了一个多月才发现啊，都是他一个人独自在家里照顾孩子，所以我们才找好机会下手的。所以说他们是惯犯，是人贩子，绝对没不是他们所说那样没有孩子才去抓一个回来，还懂得踩点呢、啊。哎呀，小静，你也是，以后不能让小孩一个人在家，你看让这些人钻了空子吗？真的是你们太可恶了，这种社会毒瘤啊，必须要受到法律的制裁，让他们进去吃一辈子的免费馒头。放我吧，我都已经什么都交出来了，你们要抓就抓他吧啊！没跑啊，我告诉你啊，最好啊，等一下在警察面前呢、啊，你一五一十的把你所有的团伙成员通通都交供出来，不然的话啊，我们饶不了你，法律更加饶不了你。都是他干的，他指使我的。现在真的是狗咬狗了，不用跟他们说那么多，我们把他送到警察局去。走，哎，不要，不要。哎呀，小东啊，以后啊，看来我们得叫爸爸回来了，要不然呢、啊，真的是不安全呐、啊。以后啊，你不能跟陌生人说话，知道吗？有人抓你，你就拼命了，救命救命！好，那我们现在也过去，把那些坏人全部招出来，把他们一锅都炖了。来，走。下雨了，也送不到家了，你就回去了。好，那得，那你先回去吧啊。好好好，拜拜，下次见啊。拜拜。哎，拜拜，还拜拜呀、啊？干什么啊你？还要拜拜呀？什么、啊？真的是，干什么？问你干什么才是？真的是，人家好心好意送我回家，你就这样对待人家？送你回来，他是谁呀、啊？他是谁？我们俩都离婚了，他是谁？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我有我的自由。离婚了怎么样？你现在还住在我们家里面，你把别的男人往家里面带，就是对我不尊敬。我现在就告诉你，我就是回来收拾行李的。我跟你说，真的是，你看看你这个男人啊，真的是嫁给你那么多年了，一点用处都没有，一天就知道去耕那一亩三分地。行，那你马上给我收拾行李，马上跟我滚，我们家不欢迎你。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不还不欢迎我呢？这个家好歹也有我的一份。当初要不是我看上你，我嫁给你啊，你到现在还单着光着棍呢。那你现在给我滚呐、啊！你现在啊，赶紧把帽子往我头上扣！我现在丢脸死了。你确实是丢脸死了，我告诉你，你丢脸的不是我给你戴帽子，是你自己太无能。这么多年了，嫁给你那么多年，当初说的好好的，哎呀啊，嫁给你啊啊，饭不用煮啊，田不用耕啊，什么都不用做，就在家里享受就行了。结果我享受到了没有？一天好日子都没有给我过过。那也不能全怪我啊，我又要带小孩，又要在里面干活。所以说你无能啊，一天到晚就围着那灶台转。行。看我还说什么让我貌美如花，你就赚钱养家呢？你呢？现在钱钱又没赚到。还让我变成了黄脸婆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我的青春损失费你给我了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你给我滚，没有给我滚，我们这个家不欢迎你，滚就 滚！我告诉你，这种家境啊，除了我瞎了眼看上你，还有谁看得上你啊？还有外面有多远跟我滚多远，里面下小雨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要后悔，真的是，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，尤其是你这种男人，男人的行李，分手。分什么手，亲爱的，你这个月都说了多少次分手了？这次不一样了，这次就要真的分手了，我已经玩腻了，我告诉你。哎呀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好歹我也陪了你几年了，是不是？陪了我几年？你个黄脸婆了，你还想跟我过一辈子啊？亲爱的，我们回去好好过日子吧，不要再吵了嘛。我要找个年轻漂亮的做老婆，你这种已经黄脸婆了，老了。分手就分手，渣男真的是，我告诉你啊，我陪你几年可不是白陪的，给钱，青春损失费。也对，我图你当年啊，我图你的年轻貌美，现在你图我的钱。我不管你啊，你享受了我的青春，你就要给钱。也行，我们也算扯平了啊。拿两百了，拿来吧你。这么小气，就这几百块钱，还想着就两百块钱就打发我几年的青春了你？哎，那你还想怎么样？你现在已经黄脸婆了，没有价值了，你给我滚！你也有老的一天，我告诉你啊，真的是。我大把钱，我老了也能找到。真的是，男人没有一样是好东西，有钱的花心，没钱的又无能。哼，你以为你是好东西，就知道图钱，
你个无知的女人，我告诉你啊，哼，离了你啊我还能找到更好的，你不要后悔，哼，你黄脸婆了谁还要你啊，真的是。哎呀，好像说就是这里了。老公，老公，我回来了。谁呀、啊、公什么公啊，你谁呀、啊，我问你谁啊，这是我家，你问我谁，你家，我不找你，我找我老公。老公，谁是你老公啊，谁呀、啊、我老公，老公，什么回事，我回来了，我们回去好好过日子好不好。哎呀，怎么回事老公，你怎么突然又冒出一个老公，什么老公啊，他是我老公。哎，你不要乱说啊，我们都离婚那么多年了，而且啊你看现在我都上门到我现在这个老婆家里面来了。哎呀老公，他是我前妻，就是我今天跟你说那种无知的女人。哎呀老婆，不要说话那么难听嘛，你看你上门也不容易是不是，你看都瘦了，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。我们回去好好过日子，我以后不走了。啊，睁着眼睛说瞎话，他来的时候比你还瘦，你看现在哪里瘦哪里瘦啦。我肥瘦也不用你管。老公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后悔了，我们回去吧。你看我们孩子都那么大了，你不忍心让他们没有母爱是不是？现在孩子都上初中了，那个不用你们管，不用你管，现在我们有我们的孩子了，你去过你的生活，别来打扰我们。老公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去坐在你宝马里面哭啦。哎呀，你这个女人真的是，你抢了我老公，你还说这种话？谁说抢？你有本事你拉走啊！老公，拉走啊！走了，滚！老公，我当初你当初你是怎么把我给抛弃了呢？啊，我差点跪下来求你呢，叫你不要走，你还是那个鸟样。我知道错了，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知道错，我叫你给我机会的时候，你给了没有？世上有后悔药吗？现在知道错了，滚！好意思回来照啊，老公不要理他。不要啊，我在我人生低谷的时候，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哦，现在我们日子过好了，我有我的爱人了，啊，有我的真爱了，你现在又来想来打扰我们，你这种女人呢、啊，送给我也不要。日落西山你不陪，东山再起你是谁？滚，给我滚！老公，我陪你，我陪你啊，我陪你。站住！哎，下面再陪，站住！走走老公。凶的，你也不会好过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打不好过了，是不是？这个疯女人真是的，世上有后悔药吗？你说回来就回来，哼。